今晚我要頒嘅獎咧係同音樂有關嘅。咁如果要我同大家講音樂喺電影裏邊嘅重要性咧，不如我用我嘅聲音去示範一下，睇下你哋同時可唔可以估到呢個音樂係由邊一個電影出現過，好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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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邊個電影？係啦，第二個啦喎，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哈，邊個？係啦，是係咪真係好明顯嘅音樂咧？係喺電影裏邊嘅影響力係非常之大嘅咧 ，right？ 係啦。咁我哋而家一齊嚟睇下提名名單。榮獲提名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包括陳光榮《不再讓你孤單》，陳光榮《金培達》，七彩蓬勃拍噴武俠。胡伟立、黎汉光、顾鉴、龙门飞甲，黎允文、洪门宴。陈光荣《窃听风云二》，得奖者就系武侠，陈光荣、金培达、卓差、洪塔鹏、洪。陳光榮、金培達兩人分別在過去奪得兩次以及五次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項，武俠令佢兩今屆再下一城，出賽《Pump It Up》今屆就係第二次獲提名呢個殊榮，並且首度奪獎。先啦，多謝大會，多謝評審，多謝陳可辛導演，多謝我兩位合作嘅 partner 嚇。咁啊，其實有時好多人都諗電影音樂點可以一齊做咧？咁但係我相信我哋呢個係一個 teamwork 嘅表現。咁啊，亦都感謝神啊，多謝我嘅屋企人對我嘅忍耐同埋支持，多謝大家。多謝陳可辛，多謝 JoJo， 同埋多謝好多其實一直以來合作過嘅所有導演，因為個個都俾咗好多寶貴嘅意見俾我。咁另外要多謝 Click Music 所有嘅同事，特別係 Andis， 多謝我身邊有一班好好嘅朋友一路支持我，同埋我多謝太太同埋我嘅仔，多謝我爸爸媽媽，多謝。Thank you for Peter, right, the best director, and thank you for Jojo, the best producer. And thank you Hong Kong, and thank you for the award. Thank you.